阿姨嘅邀约就欢迎收睇逢礼拜二晚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同步直播。Hello， 你系咪第一个啊 ？JL， 我唔知道你系咪第一个喎。Hello Carol，Hello 先听 ，Hello。入咗嚟嘅人咧就可以揿咗个 like 先啦，然后咧就留言话俾我听你嚟咗，系啊，签一签到，最好咧就 subscribe 埋啦。当然话点都睇开就。就撳埋嗰掣，撳埋嗰個掣，撳埋嗰個掣啦。Hello， 咁慢慢入下人先。我嘅食物咧都係啱啱到啫。我發現咧，逢禮拜二咧都好似係我嘅 cheat day 咁樣嘅，即係我唔係講緊減肥嗰啲 cheat day 咧，係健康人生嘅 cheat day。今日係超唔健康食呢個嘢，因為我見到佢半價，佢設定喺 Deliveroo 咧呢間嘢咧叫做咩？元祖三相唔知咩咁好長個名，跟住我周圍 search 咧 ，search 係咩色啦？唔好講係咩色，我連佢間鋪頭係邊喂有冇人啊？得我自己一個留言啊，好恐怖喎、啊！但我又想，我又想 keep 住食喎，好似得啊，好似得啊，好似喎、啊。我吃蝦了，我不理了，我不理了。用個 Super Chat 來幫我試驗一下個網路正不正常。歡迎大家，因為我們第一 part 只有五分鐘的 live 窒了，所以現在再來一起開餐。 Bruce 好啊，今天吃極之無益的東西就是炸東西，但是這個炸東西呢不是高尚的感覺的，即只是店頭仔那些 quality 來的。但是因為我是看到它、全間店頭的東西都半價，所以呢我就叫了這個，這個炸蠔來的，看看怕不怕。現在又到 Facebook 窒了，我不理得那麼多了，不理得那麼多了、oh, Hello Little Milo Munchkin， 好像很久沒見過你的名字，是吧？收工趕得及看 live， 恭喜你，恭喜你。嗯，今天呢，我們不是說不想做，但是又做緊，即是無能為力，要繼續做的事啦，這樣。我發現你們的留言呢近乎清一色呢都是說不想上班、啊、我整走這個燈先，這個燈阻住字，因為剛才寶萊Cory睡在這裡有挺漂亮的，所以我加了個燈給他。好，現在搞定。 Hello Rain， Hello Zoe， Facebook 沒事，好好，承你哋貴言，希望繼續都冇事啦。咁，哇！突然間彈咗咁多 message 出嚟嘅嗰邊，咩事？好耐冇睇你嘅 live 啦，終於一齊食嘢耶！好多人一齊食嘢，係咪？快啲攞出你嘅食物啊！一齊食嘢啦 ！Hello Sugar Bros，Hello。咁咧，我想講你哋近乎咧留言嗰啲人咧，清一色咧就係講唔想翻工。不想上班但繼續在上班，然後呢我自己呢就在想、我有什麼不想做但是又在做的呢？我完全不是不想上班，我是喜歡上班的。我不論我回哪裡都好，我從來都是喜歡上班的。我之前說過啦，其實呢上班 是一樣每天佔據你很多個小時的事來的嘛。咁如果你唔中意呢件事，其實你每日可能有三分一嘅時間，你都係唔中意住咁樣過，咁係好多喎，佔據你嘅人生。你明明嗰件事係有幾大鑊啊？咁所以咧，我都盡量去做一啲我喜歡做嘅嘢嘅。咁但係，呢個引申到另外一個大啲嘅 topic， 我一陣再講。我講我自己嗰啲細埃嘅先。咦，公主們去咗邊啊？不知道，入了房了。喂，有沒有人啊？
雖然從來咁樣呼喚都係冇人會理我嘅，但係我都盡一點綿力。喂，有冇貓啊？有冇貓啊？揾個膠袋引下Kim，揾啲膠袋。我今朝係俾佢咬膠袋激到我醒咗嘅。我係聽到膠袋聲，跟住我醒咗，跟住發現佢咬緊啦。好，我講下 我自己有啲咩係唔想做，但我做緊先。我咧每一晚咧都唔想瞓，即系咧就算係去到真係要瞓啦嗰一刻咧，其實我都係好唔想瞓嘅，因為仲有好多嘢未做。直情咧，其實瞓覺嗰一下對我嚟講咧，有少少似好似去死咁啊！即係好似睇戲咧，嗰啲人咪我唔想死啊！我仲好多嘢未做，即係咧我夜晚瞓覺咧就係呢個狀況啦。我就係仲有好多嘢想做，我情願我係清醒地過嚟緊嘅時間，我都唔想合埋個眼。咁但係咁呢啲嘢係逼唔嚟嘅，即係你一定要瞓噶嘛，你個身體會 shut down 嘛，所以我冇得揀，我逼住每一晚都要瞓覺，但其實我好唔想瞓。但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又唔想夜瞓喎，因為咧夜瞓咧，可能第二日起身又唔係好 feel good 啊，又或者係即係總之對個身體又唔係咁好，呢個係好矛盾嘅。咁但係咧就係翻去，我就係中意做嘢咯，所以我就會有呢一個咁樣嘅掙扎咯。即係大家好似好唔想做嘢咁樣啦，但係我係中意做嘢嘅，所以我就會有呢個瞓覺的掙扎。咁咧，然後另外一樣嘢就係、是、關於鋪頭嘅咁我都諗緊有冇一個好啲嘅方法咧去表達呢一樣嘢，因為分分鐘可能你自己咧都有問過我呢啲嘢嘅。咁但係咧，我就話俾你聽，其實咧一啲重複性嘅問題咧，我係唔介意回答嘅，因為我知道係包埋噶嘛，同埋有好多人係即係我重複咁樣答你啫。咁但係你係第一次問我啊嘛，你明唔明？係啦，即係譬如呢。激死我啊 ！Sunny， 我剛才看到你的 Super Chat， 我看到你的留言的，我有讀了出來的。我有讀了出來，但我不知道有沒有錄到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啊，因為我都不知道剛才是什麼狀況。最不想做但是又做的事就是每天都要應對那些不停找你笨的同事和朋友，還有麻煩到不得了的父母。是我剛才就讀了一次，但不知道有沒有錄到。喂，我登出登入搞到有啲暈暈地，有冇咁誇張啊？有冇咁易暈啊？個人咁我咪死咗。Welcome back， 大家 welcome back。希望今次順順利利。我將嗰個 resolution 校低咗，然後將嗰個所謂嘅叫 bit rate 嘅物體做校低。我希望呢樣嘢可以幫助到。剛才有幾位朋友課金啊，不知道有沒有讀到留言，我就說我剛才有我有讀到 Sunny 的留言的，但不知道有沒有錄低到，但剛剛再讀多了一次了。得閒要給錢 IT 的朋友來整整，我不知道整什麼，你明不明啊？我不明白什麼事，家上網都沒問題，我又不是打機，吃什麼啊？今晚吃炸野拼盤啊，是啊，今晚吃炸野拼盤啊，但是很不順暢啦、啊。這個 live 的頭半月繼續今天的 live 算不算不想做但是又要做的，那又不是我是想做的。但我剛才呢就說我自己不想做但是又繼續做的事呢，就是睡覺。我看到有些人和意的，就是我每一晚呢就是好像垂死掙扎這樣，我還有很多事想做，我未 ready 睡覺，然後呢就很不想合埋眼，但是被逼一定要，因為我都是一個人類，人類是一定要睡覺的，所以就每一晚都有這個睡覺的掙扎，不想做但是又要做的事。卡王，不想打針但是男朋友家人全部打完去吃飯才可以一家齊齊整整吃飯，不用分檯，但是入侵性的事真的不想打，雖然最後打了。祝你身體健康，祝你無事。OK， 唉，我知啊，我依排有好多人唔想打，但系都打咗，形形種種嘅理由，一系就公司逼佢啦，一系就佢嗰行就冇免費檢測啦，
一系你就自己两个礼拜攞钱检测一次，一系你就打啦咁样。一系咧就系、是、有啲朋友好想飞啦，系预备即系有得飞翻嘅时候要做嘢要飞啊，剩剩嗰啲就打啦。多谢 HT， 多谢你个 super sticker，thank you，thank you。系啦，除咗 super chat 仲可以俾 super sticker 嘅。呢、這个系点解？佢送咗 sticker 系咁样样。呢、這个手势系咩？系啦，打针我自己咧就冇呢个需要嘅。我就話一日咧，佢唔立法咧，話唔打針你就犯法啦咁樣咧，咁我都係唔會打嘅。我有啲朋友就話出去同客開會咧，啲客會問你有冇打針嘅，即係問你有冇打咗針啊咁樣。係啊，咁所以佢哋總之就係形形種種嘅壓力，令到佢哋覺得要打。咁但係大部分即係好多人打咧，都係唔想打嘅。我又去呢間餐廳。他們會有一個 notice 寫著有少許詞呢，我們現在 proudly present 告訴你聽，我們全公司的人都打了針的啦，然後即好像很好像很很驕傲或者很威風這件事。然後我心想，你告訴我你餐廳的人打了針呢，我不會覺得安全一點的，因為打了你們都可以有東西，還有你都可以傳到東西給我的。Carol 話：而家新增嘅個案好多都打咗針，都係入侵性嘅嘢咯，即係等於整容啫嘛。即係點解我覺得有啲驚咧？就係你要打啲嘢入塊面嗰度啊，咁你唔知嗰啲嘢以後喺入邊點樣發展嘅咯喎。你自己又冇得伸隻手入去，即係攞翻出嚟啊，搞下佢啊嗰啲。係啊，即係總之整入去嘅嘢咧，我係有啲驚嘅，因為我覺得嗰、那個。那個未知啊，即係嗰個問號實在太大啊！我唔知佢會點喎。喂，今年我冇嘢啫，出年我有冇嘢啊？十年之後有冇嘢啊？呢件事都未過十年，你點知十年之後嘅人係點？即係太多問號咯，我覺得。Carrie 唔想肥，但係成日都食嘢。我今日講嗰啲咧，係有少少有支槍指住你，逼你一定要做嘅。但是这个是你自己忍不住自己忍不住做的事。他家人还说做什么不八月之前打了两针啊，没得抽楼。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说开这些呢，拍拖另一半的家人呢，其实呢这里有在我的 list 那里其中一样东西都是有的。咁當然唔係而家啦，我而家冇拍拖，但係以前即係叫做拍緊拖嗰陣咧，就會有即係唔想做，但係又會做嘅嘢咧，就係、是、見人哋嘅屋企人咯。其實咧，即係都幾清楚，即係我講見嗰陣啊，都幾清楚呢啲人係唔會成為我嘅屋企人嘅。我每一次見另一半嘅屋企人，由細到大都係每次見嘅時候，我都知道。呢啲只不過係生命嘅過客，就係呢一刻嘅 auntie uncle， 但係佢哋唔會成為我嘅老爺奶奶啊！即係你家姐唔會成為我家姐，你阿哥唔會成為我阿哥，即係我已經好清晰。咁所以我要 spend 幾多 time 同佢哋？我連同你個仔 spend time 去結實嗰、那個，即係扎實嗰個關係都未做好嘅時候。究竟我仲要 spend 幾多 time 俾你哋？我好孤寒啊，對於自己嘅時間，你可以話我自私啦。咁你諗下喎，我每一晚瞓覺，我連瞓覺啊，即係瞓覺就係我自己嘅身體攞我自己嘅時間啊嘛，我都唔捨得啊，我俾啲即係時間自己身體都唔捨得啊，我仲要俾啲時間你嘅屋企人，即係係啦，我真係其實都唔係好 enjoy 嘅，除咗新年鬥利是啦。是啊，但我也不是很 enjoy， 但又要做咯，即是拍拖包埋的嘛，这些即是农历新年向人家家斗利是啊，人家啊妈咪生日啊去吃饭啊，叫你女朋友来啦，那些呢逼住要，这些是拍拖好像逼住要做的。我知道有些人呢是很想做这些事的，即是拍了这么久他还没带我见他家人啊，即是 会有这些，因为他们很想成为一家人啊嘛。但是我
拍了咁多次拖，我都未拍到去嗰個我想成為佢一家人嘅地步，所以我就唔知道我就唔知嗰個間者係點啦，即係我都好想見啊 Auntie 同佢建立關係啊，即係我未試過，我未試過。Martin， 昨晚打完第二針，終於唔使俾人煩啦！我都祝你身體健康，我祝所有唔係打唔打都當然身體健康啦，但係打咗嗰啲，我祝你哋冇咩事，係我祝你哋冇乜嘢。Bruce，Eki 關於伴侶嘅屋企人咧，我同你有相同嘅感覺啊，所以咧好快就清楚是否終身伴侶。係啦，我就全部都不是，所以咧，所以我就知，但係我就未知過是嗰個感覺，係我都唔向往嘅，我都唔向往嘅。一個爹哋同一個媽咪，我都覺得幾夠嘅，暫時咁樣。但係我就見有啲人結咗婚咧，會對另一半嘅爹哋媽咪好好噶嘛，即係已經改曬口，就哎呀媽咪啊點點點啊，哎呀佢真係好錫我，即係已經係好哦嚇、啊、可以咁樣嘅咩？我真係未試過。Travel Hello， 我都有同感啊，越來越唔中意見男朋友嘅屋企人啦、啊。覺得好浪費時間，同埋個靈魂成日飄走咗。係啊，就係咪同人哋屋企人食晚飯嗰啲咧，咪喺度嚼嚼嚼嚼嚼咯。咁唔通你同人哋傾家事咩？你又坐喺度，你又感覺又勁外人咁樣啦。唉，總之就唔向往，亦都唔向往諗翻轉頭。煮完嘢要洗嘢，你係講緊你哋講緊唔想做但係要做係咪？即係我都好唔中意洗碗嘅其實，所以咧我就唔會堆積啲碗咯。即係我用完一隻杯，我就即刻洗嗰隻杯，咁我就確保我往後嘅日子唔會堆積咗有隻杯喺度要洗。即係我嗰刻我就做咗佢啦咁樣，咁樣。所以我而家都係單身耶，俾個五你，俾個五你。單身是爽皮的。Hello Duff， 不想做但是做的事就是離開香港。咦，那你離開了沒有？你離開了沒有？ Hello Yiling Yang， Hello JL， 我有些事說他們老爸老母逼他們打，我有些同事哦，爹地媽咪逼他們打，爹地媽咪的性子又很難違抗的。Sugar Brosis， 如果以結婚為目標的伴侶，那就當然 OK 啦。我就是說我未試過咯，但是如果我是想著這個人我以後跟他一起的啦，那就是說他們兩個就是老爺奶奶啦，那 OK 要建立關係的這個就，但我只不過說我自己未試過啫。 Phil， 我在做啊，煮完飯吃完飯聽著你洗，洗碗愉快，眨一眼就過了，不覺的。Oscar， 不想做但做紧嘅嘢咧，就系为钱做嘢 ，A K A 搵钱。哎，你中咗一个，虽然今日唔系劲猜游戏，但我呢度真系有写赚钱。唔系我唔中意钱，但系如果有得拣嘅话，我完全唔想做用嚟赚钱嘅事，因为我喜欢做嘅事全部都系冇钱嘅，或者即系全部都系唔系好值钱咯。我就講緊嗰啲創作啊、寫書啊、成成啊嗰啲啦，係啊，總之嗰啲唔可以供給一個正常收入嘅嘢，我就最中意做。所以係啊，其實真心係唔想再賺錢，但係冇辦法，你要交租，你買貓糧都幾千蚊啊，即係係啊，即係你不斷要做呢啲啊。我今日我話買咗嘢，我會同大家一齊去有個小小嘅 unbox 嘅，係啦，有個小小嘅 unbox 同埋分享我今日去咗邊度，咁都係使錢啦，都係使錢啦咁。看看先啊，我剛才講緊，我唔知我剛才講嗰 part 你哋有冇聽到咧咁。我講緊唔想答，但係我又要答嘅問題咯，喺鋪頭就係嗰啲全部個開頭都係我聽人講咧，人哋話咧嗰間鋪頭話咧，其實咧答問題咧我完全冇所謂嘅，我答一千次啲問題我都係冇所謂嘅，重複性。但係咧一加咗人哋話咧，我就覺得我要解釋翻人哋講我而我唔認同嗰啲嘢，或者係我要幫你，即係你問我，我就講我個答案俾你聽。但係我唔想有人哋嗰 part involve 喺度咯。即係譬如塔羅一次可以睇到幾耐呀咁樣啦。咁呢個我係願意答嘅，呢個我願意答，但一千次我都冇所謂嘅。但係咧
一講話，人哋話咧塔羅就係睇到三個月嘅啫嗰啲，我好似又要幫人哋去，唉，你明唔明啊？總之我一聽到人哋話咧，我就好唔想答噶啦，但我都係會答嘅。係啊，呢個就係呢個就其中一樣我好唔想做，但係又要做咯。咁唔通我唔出聲咩？唔通你話人哋話咧塔羅就係睇到三個月嘅啫，跟住我。唔得噶嘛，我要出声噶，所以呢个就系逼住要做嘅嘢嚟嘅。其他问题我冇好冇所谓啊，你问乜我都会答嘅。OK， 仲有睇下先，唔想同老爷奶奶住，唔好咁大声啊！唔想同老爷奶奶住，不过应该好快可以搬走噶啦，耶！好快可以搬。遲啲係咪有 Halloween 嘅禮袋想買？我會整 Halloween set， 我而家物色緊一啲有趣嘅嘢。係啊，同埋我希望除咗 Halloween set 之外，我希望 Halloween 有一個另外一個特別嘅嘢可以賣，水晶嚟嘅，係啊，咁我都係製作緊㗎啦，咁樣。大家都中意做啲價值不可衡量嘅事，係啊，即係唔值錢嘢。究竟 EQ 有幾忙啊？可唔可以統計一下？哇，好恐怖喎！唔係，因為就係我中意做嗰啲冇錢嗰啲嘢咯，所以如果人類人體是不需要睡覺的話，我是可以24小時這樣做的。我最生氣就是我眼睡咯，即是我很不喜歡眼睡，但臨死那一刻我還有很多事想做啊，又睡了。那個電腦，那塊電 Meatball， 我三年都沒見過家長，厲害啊。我有時會想，不如我份 resume 他家人自己看啦，我俾佢自己睇，睇下你咩人咁啊，咁都要 interview 噶，唔系就睇嗰份嘢就可以请你噶。如果你要入佢间公司嘅话，始终都系要见噶，都系要交流噶。Carry 唔想交税，同埋写报税单啊。其实咧，所有嗰啲填 form 啊、填表啊。做啲銀行嘢啊，換身份證啊，book 嘢約嘢啊，body check 啊，全部都唔想做，但係一定要做。全部呢啲正經嘢都好唔想做，要十 set Halloween set。我諗緊整幾多 set？ 我舊年就整咗13 set 嘅，舊年係啊，我諗緊今年整幾多 set。離開咗啦，得。但是不想叫移民，因為還掛住香港。那你叫暫住咯，你去第二度暫住一陣咯。我覺得人是 free 的，除非你有些罪名在個身上，你不可以這麼易周圍走啦。但是始終人都是 free 的，你喜歡在這裡住下，在那裡住下，在那裡住下都是 OK 的。是啊，所以不要緊的，轉個頭又回來的了，轉個頭可以回來吃淡仔了。是不是先？这个呢，有养宠物的人呢，一定很有同感的，除非你不知道养来做什么，即除非你冷血的。这个不想做又要做的，就是每一天要出门口了，要跟那些猫分开，或者跟你的宠物，即总之跟你的狗狗啊，跟你的仓鼠啊，跟你的什么都好了，每一天好唔想同佢哋分開，真心唔想同佢哋分開，但系你又必須要嘅，即係尤其是咧，兩個都唔喺度添，兩個都唔喺度。Chloe 咧就衰啲嘅 ，Chloe 你知佢冷冷淡淡咁樣啦，你同佢講拜拜，佢都係 Chloe 拜拜，晏啲翻啊我，佢都係 keep 住咁樣啦。但係同阿 Kim 講拜拜咧。他就會跟你說拜拜啦，又會在那裡那些啦，即是自己在那裡騰來騰去啊，撞啊你啊，又總之有很多動靜啦，又在那裡喊啊，扮 Q 啊那些啦。是啊，每次見到 Kim 那個狀態呢，已經很不想出門口的，無論是上班又好，還是約了人又好，什麼事都好，都很不想出去的。尤其是即是出去一陣子我 OK 的，因為很快就回來了，但是呢如果出去很久那些呢，即係今晚要好夜先翻啊！嗰啲咧個心咧就會唔想出街啊咁樣，係啊，但係始終都要出啦。同埋即係點解我咁向往做嗰啲我叫做唔係好賺錢嗰啲嘢咧？即係譬如我寫書咁，
喂，我寫書可以成日踎喺屋企寫嘅，我真係唔使出街啊，咁就可以黐住佢哋啦。咁同埋我即係我每逢我坐定定做嘢嘅時候，佢哋兩個都會喺我隔離嘅，咁就係我最完美嘅畫面啦。所以出街係悲慘嘅，唔想瘦啊，但係一路瘦落去，哇！你咁樣喺呢度講，我唔知道你會刺激到幾多人喎、啊、，Morton。我不知道你会刺激到多少人、啊、有没有人回应他、啊、他不想瘦但是他一直瘦下去，但是你 keep 住瘦 OK 但你瘦下去是不行的，瘦下去太瘦了，你要想些办法增下肥是吧、Ring Hee， 我非常认同你说这个括住人家话好像感觉呢你答复不同就是你不对你不识嘢咁，这样又不是，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在說那些人的話呢，我的答覆都是不同的，但是我就是覺得為什麼我要在這裡浪我的力去推翻那些 theory 啊，為什麼我要浪我的力去說回正人的有可能是說錯又或者是總之我不認同的一些東西啊，我為什麼要浪力去這樣呢，是啊，所以我很不喜歡。Hello， 收工講得似睇 live。Hello，Kelly，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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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食炸嘢啊，雖然食得好慢。今日食炸嘢啊，哇！誒，食一嚿炸雞啊，不如我嚿嚿都有食，但係我就係未食過雞，未食過雞。喂，呢、這個黑松露醬幾好味喎、啊，不過佢啲呢啲嘢就唔係高尚嘅品質，即係品質係啊係啊，即係唔係 high 嘅味道，係普通料嘅味道。Oscar 說他不想肥但是一直肥下去Hello Hoodie Hello 那有空看 Live 啊 Bruce 人家還人家我們還我們是不是以後只說這句話就算了不解釋啊，人家說呢塔羅牌只看到三個月而已，人家還人家我們還我們但是不說解了他们自己不觉得，但是我看我就觉得是没什么礼貌的那些问题呢，我又是不想答但我又是要答，即譬如 screen cap 了你这件事，然后 send 个 message 只是得一个dollar sign 和一个问号，这些又更不想答啦。另外呢就是第一次讲嘢，即譬如请问塔罗多少钱咁样，我唔知点解呢要加呢个马骝仔 emoji 啊，第一次同我讲嘢你大大方方啦，你问嗰个问题都係一个好普通嘅问题啊，可唔可以大方啲，可唔可以拎开隻手啊，即係我唔知点解我见到嗰个 emoji 我就火滚啊，係啊，但係我都是会答你的，我都是会循循善诱地答你的，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是啊，那我又不会生气你的人的，但是我是生气了那个 emoji 咯，我就觉得很不大方啊，你问就问咯，即是他们打电话去餐厅 book 位，你不会哎呀不好意思啊，请问今晚七点有没有台啊，你不会这样的嘛，你会正正常常啊，明就明，唔明就黎明，呢个系咩？几时出现嘅呢句 phrase 我未听过啊！喂，我爱黎明，你哋咩料啊？突然间 ，Bruce 句嘢好似黑社会嘅语气啊，非常邪恶嘅天妇罗。嗯，总之我都系会答嘅，我都系会答嘅，无论大家用咩方式问我问题都好。At the end 我都是会答，但是说真的那些 dollar sign 问号又或者是这些呢，我会答得慢一点的，因为我不踊跃去答嘛， 我有些迟疑了嘛，但是那个黑人那个 meme 那个 meme 是啊，但我最后我都是会答的Kelly 基本上做紧嘢做緊嘅嘢都係願意做嘅，今晚個 topic 冇嘢分享，哦，咁咪 OK 咯，咁咪 OK 咯，歡樂人生。Hello CT，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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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睇下先。啊，我啱啱讲话诶，好唔想同啲猫分开啊。原来系冇人睇下先。我以为会有养宠物嘅人都有同感，但系冇，冇，得我一个，得我自己一个唔想同啲猫分开。点解会咁啊 ？Ella 唔想净系做 SP， 但现实只系 SP。咁会唔会揾个另外一个人啊？会揾个另外一个人啊？啊，呢个都系好灰嘅，呢个亦都系呢个亦都系最影响我情绪嘅，最令我心伤心痛抑郁焦虑嘅，搬晒所有最差嘅词语出嚟。呢个咧就系唔想求人，即系咧。我呢啲咁樣嘅性格咧，即係被譽為都幾獨立同埋幾 tough 啦，好想自己做曬所有嘢啦。咁咧我就唔想求人，因為咧求人嘅過程好痛苦啦。我唔係話我面皮薄，唔可以嗌人幫我即係幫我手做嘢，我都會嗌嘅。但係咧嗌咗之後，噩夢就嚟啦。其實世界上冇一樣嘢係可以旨意人啦。人哋都唔係奉旨要幫你做啦，除非收咗錢再應承埋，咁 suppose 係奉旨嘅 ，OK。咁但係如果係唔係錢銀嘢，係啦，可能大家互相幫忙嘢，或者係你要揾人幫忙嘢，總之係有一啲技能你唔識，你一定要靠人嘅。咁所以求人咧係我好唔中意做嘅嘢，但係有陣時都逼住要做，因為我冇可能識曬所有嘢噶嘛。即係譬如當我亂噏啦，個電腦壞咗啦，我唔可以即刻走去學整電腦，或者我有啲 program 壞咗，我唔可以自己即刻學寫 program。即係你有啲嘢係一定要人哋幫你做噶嘛，咁咯。咁而可能前幾年亦都係因為呢啲嘢，我又將自己推到去一個深淵嗰度咯。咁我就砰砰聲咧，就係咁做一啲可以靠自己一個人做曬嘅嘢，或者係將個人數減少啦。即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起就可以做的事，或者这个人是绝对跟我一样都是do事的人来的，样即是我个譬如帮我砌书的 Rita， 这样一阵间都会提到他，因为我今天去了他买东西。即是譬如我这些人是我铁脚来的，我都知道一定是有东西会出的，这样是的，这样咯。但是其他人或者一些多一些人的 project， 我真的觉得很没办法了。你總之你交嗰件事，咁俾個命運啦咁樣。咁所以求人係我好唔想做嘅，但係我又即係硬著頭皮要做嘅，因為你始終有啲 project 你唔可以兩丁友做咗佢噶嘛，你始終有啲嘢係要多啲人做噶嘛，咁啦。咁所以係啊，呢個就好唔想噶啦。咁頭先賺錢同埋見人哋嘅屋企人都講咗啦，咁樣。咁我大致上呢啲就係我唔想做。但是我又做緊，唔計見人哋屋企人啦，以前做過啦 ，OK。但其他就係唔想做，但又做緊嘅嘢。Phil， 我翻工佢哋未起身啊，放工佢哋先會咩我哦。但係你見到佢瞓覺嗰個樣，你都唔想出街㗎。你喺度摸佢，你都唔想出街㗎。得唔想出街戴口罩，但係出街都要戴口罩。我反而幾 enjoy 戴口罩喎，因為。这个世界要戴口罩之前呢，我就已经有时会戴口罩的了。因为戴了口罩呢，在铜锣湾生活呢真的好一点的。尤其是我有哮喘啦，还有呼吸度不是那么好。所以在铜锣湾其实是不是都戴口罩呢，都真的对身体健康会好一点的。但是呢，以前未开始要戴口罩之前呢，当我戴口罩啦，而我最記得咧就係有時撞到人咧，嗰啲人咧就會我記得有一嗰個係邊個咧，唔熟嘅。我記得我曾經撞過有一個人，但係嗰個人咧，總之佢我好記得唔熟嘅。跟住咧，佢特登咧話咦你病啊咁樣啦。但係咧佢嗰個你病啊咧，佢係知道我唔係病嘅，佢係知道我係冇病戴口罩嘅，即係佢嗰個寓意咧就係。即係嗰個潛台詞咧，就係你驚人認得出你呀、啊？你覺得自己係名人啊？即係你明唔明嗰個潛台詞啊？但係我記得我嗰下我答唔到佢啲乜嘅，即係我答咗佢我唔係病咯、啊，
但是我就走開了，但我之後就不 feel good 的一路。咁所以呢，嗱，當然個世界有疫情係好 bad 好 bad 嘅事啦，但係而家可以光明正大每日都戴口罩咧，呢、這個我係中意嘅。咁所以當個世界好翻嘅時候咧，我都係會 keep 戴，我係 enjoy 戴口罩。最好出街個人遮得又咁多得咁多。夏天著長袖衫嘅人有冇 ？Crystal，hello。我想話咧，我明明電腦啊、電視啊、電話啊都只係用基本嘅 function， 但係呢兩日咧解決咗公司儀器同埋電視嘅 connection， 勁燒腦。你技能 up 啊！你技能升級啊 ！HT， 我都中意戴口罩啊，有時俾啲客咧搞到黑面，都唔覺。戴口罩正，戴口罩同埋戴口罩你可以打喊路咯。戴口罩，因為其實。打喊路是幾樣衰嘅，即係嗰個樣係幾衰嘅。但係打口罩你可以打喊路啊，我覺得幾好。Sugar Brosis， 我塊面好西啊，開會咧戴口罩幾好啊，但係平時咧喺位做嘢就唔會戴啦。戴口罩好焗啊，同埋好頭痛。我又冇唔舒服喎、啊，除非而家香港真係太熱啦。之前咧我都仲戴到嗰啲布嘅口罩嘅。但我的布口罩是很厚的，我現在戴不到了，就真的很熱咯，很熱咯。但是四層那些我都覺得 OK。卡，有啊，我同事夏天穿三件衣服，不要問我為什麼，我不會問你為什麼，因為我自己都是夏天穿長袖衣服的人來的。Bruce， 我啊一年365日都穿外套出街的，哎，很多知音，很多知音人，很喜歡穿長袖，尤其是穿褸就再好一點。唔易感冒，酷酷，系啊！戴口罩，吸少好多垃圾。欸，我讲一讲我今日做咗啲咩啦？我今朝嘅一开始咧就系去洗钱啦，就系去复诊啦。咁咧就冇咩特别事嘅，即系耐唔耐都去 check 下嗰啲啦。咁就已经又洗咗一个钱啦。咁去开中环咧，我就去咗探朋友，我谂住点知咧，我朋友就唔喺铺头，但我照去，因为咧。Midway 咧就我頭先講嘅幫我砌書嘅 Rita 啦，即係個 designer Rita 啦，其實咧佢就係 Midway 嘅老闆娘啦。咁咧 Midway 咧就喺深水埗嘅，咁佢哋而家開咗個新店咧，就喺中環街市。但係中環街市已經唔係街市啦，中環街市翻新咗。以我以前嘅舊記憶咧，中環街市就係上嗰個樓梯，然後有一條長嘅。慢過對面落翻去就係咁多嘅啫，但係而家去到嗰度咧，唔知點解，哇！下邊嗰層咧有好多嘢食啦，跟住樓梯上去上邊嗰層好多嘢食啦，好多鋪頭啦，跟住大咗好多啦，又有少少室外嘅 area 啦。但係我唔知點解室外嗰 area 咧，個個都係喺度食珍珠雞，好奇怪，真係室外有台凳嘅，但係唔知點解全部人都食緊珍珠雞。上邊嗰啲鋪頭咧，就其中一間就係佢哋啦。咁其實佢哋咧就係賣一啲嚟自日本嘅嘢嘅，咁有好多好精緻嘅嘢啊，手做嘅嘢啊，總之佢哋就係佢哋以佢哋嘅 taste 揀翻嚟嘅靚嘢啦。又有其他鋪頭咧，都係好多有 style 嗰啲鋪頭嚟嘅，即係嗰啲手做嘅，即係陶瓷杯杯碗碗啊，少少文青 feel 嗰啲手做嘅首飾啊，但係唔係市集咩手作仔，唔係嗰啲喎，係入貨。定係佢哋自己做，但係有幾間鋪我都 feel 到藝術感嘅 ，OK， 係啊，我覺得佢哋真係有真心揀過啲鋪頭。咁另外有一間好大嘅就叫 Slowwood 啊 ，Slowwood 咧就有分店嘅，但係我當然去唔到佢嘅分店啦，好鬼死遠啦。咁最近我都係呢間啦，咁樣。咁入邊就係、是、其實就係雜貨鋪咯，好大間嘅喎，有啲豆啊，有啲餅乾啊，有啲米啊，有啲調味料啊，咁全部都係你自己筆嘅。即係佢唔係包裝咗嘅，係全部都係即係斷重量咁樣計咁樣樣。總之我喺呢個 area， 我本來諗住去一去朋友鋪頭，點不知我就boom 就買咗啲嘢翻嚟啦。咁我橫掂都 shopping 開咧，我翻到嚟銅鑼灣嘅時候，因為我要去寄嘢咧，我另外一個朋友嘅鋪頭又喺我寄嘢嗰度隔離啦，我又去咗佢鋪頭，跟住又買嘢啦。就係 Steelhouse 就係、是、我前年搞新書發布會嗰個地方。好正喎！原來佢哋啱啱呢個 weekend 定上個 weekend 租場，即係佢哋會租場嘅嘛。
租咗俾Stanley 嘅 Stanley， 我覺得呢個人係襯叫 Stanley 嘅，即係唔係 Stanley？OK，、okay? 佢襯叫 Stanley 嘅。咁咧，總之就係Mira 嗰個 Stanley 嘅生日啊，跟住咧就租咗俾啲 fans 搞咗個，即係用佢空間啦咁樣樣。咁咧，我首先講下Midway 我買啲咩先。Midway 咧，我買咗兩樣嘢。第一樣嘢咧，我沙田市中心同埋堅尼地城都有Slowwood， 係啊，佢一定要好大地方嘅，因為佢好多嘢啊嘛。嗱，第一個咧好細嘅，你哋呢度未必睇得到。第一個我喺 Midway 買嘅就係呢一個，呢一個係咩咧？佢係一本書嚟嘅，佢一本金色嘅書嚟。佢另外仲有一個咧。是打開了的，即又是咁細本啦，打開了，但是我覺得冚埋含蓄啲，就襯啲我不嬲寫書的 style， 所以咧我就買呢本書。下面呢一個是香港鹽西黨的香港鹽西黨嘅金章，係啦，而家擺埋一齊有本書。咁咧，另外一樣嘢喺佢度買嘅就是呢、這個盒都好靚啊！哒哒。我未想到嚟用呢個做乜，即係真係用嚟飲嘢定係用嚟擺水晶定咩都好啦，我未諗。但係咧，我覺得佢好靚，所以我就買咗。就係呢個杯，依、這個杯見唔見到有嗰、那個有個眼鏡喺度噶？同埋呢個杯嗰個形狀咧，係好似汽水罐啊！呢、這個杯。啤酒罐定汽水罐咁樣樣，好靚啊！我覺得係啊，咁我就買咗呢兩樣嘢啦喺佢嗰度。佢哋係乜都有啲嘅，即係我諗佢哋覺得靚嘅嘢，有 style 嘅嘢就會入翻嚟噶啦。咁所以嗰度係乜都有啲嘅，即係首飾啊、襟章啊、lifestyle 碗碗碟碟、杯杯，諸如此類乜都有啊。但好似袋啊、帽啊嗰啲都有啲嘅，係啊。戴口罩是好事，黑面都不怕，大家都很喜歡戴口罩，講開又講，係啦，咁咧就係買咗依兩樣啦。跟住 Slowwood 咧，我就買咗少少香料啦，自己筆啦，同埋咧，因為而家嗰度即係嗰個中環街市啱啱新開咧，好多女人，甚至乎有師奶，係啦，阿姐喺嗰度行街，同埋阿叔，咁咧。我在那筆這個香料呢，其實它是一瓶瓶的，有一瓶瓶香料呢，已經有個磅啦，旁邊有一堆這樣的紙袋啦，你就自己拿個紙袋，然後你就把個香料倒下去個紙袋，或者筆下個紙袋，然後你自己磅你就知道多少錢，然後就拿你袋東西出去付錢啦。然後我在那裡揈緊東西出來的時候，然後後面有一堆 Auntie Uncle 在那裡圍觀，然後哦，自己倒的，拿個紙袋出嚟自己搞，即係成班人喺後面旁述住，跟住我快走，快走，快走。其實咧，我 feel 到嗰度咧係即係如果揈走曬啲人啦，嗰度係幾好 chill 嘅，啲鋪頭又幾好睇啦，跟住又有好多檔咖啡啦，你隨手都可以買到件蛋糕，然後有個咖啡，然後揾到個位坐。嗰度 suppose 係幾好 chill 嘅，咁而家我就等啲人。那些叫什麼新屎坑啊，即是我等人新屎坑完了，然後我一定會回去的，是啊，回去，因為我今天沒有在那裡喝東西，是啊，沒有在那裡吃東西喝東西的。那另外呢，還有，其實戴了口罩都會看到個人黑面的Cherry 看不到那麼多咯，看都睇少啲咯，除非你隻眼好黑。Potato 多謝你嘅 super chat， 資助下你今日使嘅錢啊！唔係，但係講真咧，我冇乜幾可 shopping 嘅。平時咧，你哋譬如喺我鋪頭買嘢啊、成成啊嗰啲咧，其實啲錢去咗邊咧？去咗交租啦，去咗貓糧啦，去咗復診啦，去了入貨啦，去了我接下來新的project啦，
新嘅 project 要好多錢啦，係啊，即係總之嚟緊新嘅 project 啦，係啊，就去咗呢啲正經嘢嗰度嘅。你哋啲錢如果嚟咗我度，就會去咗呢啲正經嘢嗰度嘅。我咧買兩個木兜，好靚啊舊木，好靚啊舊木。我又係未決定Olive Wood Collection Handcrafted 手做嘅。咁咧就一個細兜，同埋一個大兜。我諗緊應該拎翻鋪頭用嚟裝水晶啊，定係留喺屋企咧？我都未諗到，好靚啊，好靚啊 ！Chloe 咁 fat fat， 我都有責任。咁啊，最大責任係佢自己嘅，佢食咁多，好靚啊個兜真係。哇！如果有一個人形咁大嘅呢個 shape 咁樣樣嘅浴缸，真係正到喊，真係正到喊。嗯，放貓糧唔會啦，貓糧有油噶，係啊，貓糧有油噶，會破壞我呢個碗，破壞我呢個咁美麗嘅碗嘅。係啊，我未諗點用，但係買咗先。呢啲都係。咁咧，跟住我就喺Steel House 買咗少少。其實咧，我成日都係重複住著佢哋嗰啲嘢，咁好香。佢哋嗰度係噴Lelabo 嘅香水嘅。咁咧，首先係呢個咧就係一條人手織嘅腰帶。咁其實你綁邊都得嘅，有蘇蘇人手織嘅呢個帶。我話我都有呢啲帶啊，我有一條，但係我嗰條咧係民族嘅，即係彩色啲咧，有啲鮮粉紅啊、成成啊嗰啲咧。咁所以咧，我見佢呢條好靚啦，又好襯到我哋嗰啲黑色衫啦。呢個係深藍色嚟，深藍色同埋綠色，係啊。咁我就買咗呢個啦，買咗呢個，同埋咧，嗱呢個咧就真係又唔可以叫夾硬嘅。即係總之，唉，買啦！因為咧，佢係熱嘅，呢個係熱嘅嘢嚟噶。香港我真係唔知道我要等幾耐先至可以，即係雖然我夏天都係著長袖衫，但係未至於著咁熱嘅長袖衫。我而家 show 出嚟，你覺得冇乜嘢？因為只不過係一件黑色褸，我有好多黑色褸嘅，但係我冇呢個。我冇呢個布咯，屋企人要我同外國嘅親戚一起住。哦，喺外國，我初初過加拿大嘅時候咧，第一年我係讀 boarding school 嘅，咁但係我有時 weekend 都會出去監護人嘅屋企，監護人嘅屋企監護人就是我爹哋嘅識咗好多年嘅朋友，係啦，就係、是、一個舊同學嚟咗啦，係咪先？你嗰個 LEG 啊，係啊，盡量享受下個空間啦，反正都暫時都冇得揀，係咪先？唯有係咁啦。Erica 翻工我 OK 嘅，人事關係就真係好煩啦。我翻工啊，就翻工，唔好搞咁多小動，唔好搞咁多小動作。啊！真係叻緊啊！點解咁樣啊？咁點啊？我有咩可以做啊？我冇嘢可以做喎，除咗繼續講嘢之外，我除咗繼續之外，我係冇嘢可以做喎。好翻啲，唉，我唔理啦，我都話我冇嘢可以做，我冇嘢可以做。Terry 唔想成日食太多糖分，但係每日都要飲罐裝咖啡同埋朱古力提神。其實咧，飲咖啡同埋食朱古力咧，都唔提神嘅，只不過係你話俾自己聽佢提神嘅啫，你以為佢提神嘅啫，係因為歷史以嚟大家不停灌輸飲咖啡提神呢件事咯，你試下唔飲啊，冇事嘅。
有 Landy， 唔想冲凉啊，但系晚晚都会死去冲凉。系冲凉系同我个瞓觉系冧埋一齐嘅，即系因为我瞓觉之前我就冲凉嘛，所以我全部都唔想做嘅呢啲嘢。系啊，唔想冲凉瞓觉，我净系想做嘢啊。Becky， Sink 啊，见到 topic 就想问翻工计唔计啦？唔想翻工啊，又未揾到其他揾钱嘅方法代替翻工。但系如果冇粮出，冇得使钱买嘢，仲唔开心啊？咁系咪要继续翻工先？唉 ，as long as 啲钱 compensate 到嗰个唔想翻工嘅感觉。Rula， 我好攰了，真的不想再工作，不想再为生活担忧，但冇办法。我成日在想，人类这样生存，对地球一点贡献也没有。生命如何有价值呢？这个已经去到什么是生命 的 topic 了，讲一世都不会讲完的。Choco Kiwi， 不想应酬某些人啦，没得说不想去的饭局啦，人家的契妈啦，个个星期都约吃饭，个个星期都约吃饭，个个星期喎。唔通我次次都扮肚痛咩？即系等于咧，细个PE 堂女仔啦，PE 堂劲唔想上游水嗰堂啦，我系好唔中意嘅，因为我觉得换衫又麻烦啦，湿身又麻烦啦，湿完要整翻干又麻烦啦，即系我系好憎嗰个，好憎嗰个梳洗搞翻干个人嗰个过程，我系好憎嘅，所以咧。我是近乎每一次我都说 M come， 然后就会做了坐在一边的同学，近乎或者不舒服，总之我死都不想啊，是我真的很憎。但是我不是不喜欢游水的，我 OK 游水的，我只是不喜欢上游水堂。Bitch Charlie， 公司大小事务都要打点安排，例如出糧埋數啦，搬 office 一手包辦印仔啦，過節公司食飯啦，買嘢啦，俾同事之類啦，屋企咧都係做同一樣嘢嘅。其實我好懶，好怕煩，好想轉工，但又未有方向。你可以問塔羅，真心，因為我都答唔到，係啦，關於你而家方向嘅問題，除非你問我塔羅，我就答到你。Stella 想放大假，但係未試，未過試用期。咁你过埋先啦，唔争在嗰一阵啦。跟住 Yumi， 唔想面对社会啊，但又离唔开。系啊，大家一出世就已经喺个社会里边噶啦。就算你走去个深山嗰度，你去做师姑，其实个深山嗰师姑嗰个庙都系喺个社会里边噶。其实点都行唔开噶。K.K. 唔想敷 mask， 但而家敷紧，呀好惨咩？敷 mask 我好 enjoy 喎，我近乎唔系睇下你敷咩 mask 啦，因为咧我唔中意敷 paper mask 嘅，我系近乎每一晚我都会敷cream mask、gel mask 嗰啲嘅，paper 我只系接受到眼咯，但系我唔中意成块面，成块面嗰啲 paper mask 咧，你又要嗰个头发边咧又 high 住晒啦，跟住呢度又大得滞啦，你又唔知将佢咁样接埋好定系垫住个头发好啦，跟住呢度又滴啦，跟住呢度又成日甩开啦，我系好憎好憎敷 paper mask， 但系敷正常嗰啲我系 enjoy 嘅，但唔想放屁，但系啱啱放咗。咁我冇话想唔想嘅系咪？都冇乜所谓啊！你自己屋企，我哋又闻唔到。Carrie 唔想漂头，但系啲黑色头发又生翻晒出嚟。我明啊！以一个漂咗 N 年头嘅人嚟讲，成日都会想逃避嘅。逃避嘅方法有一戴帽，大家都知啊。二扎辫，但系咧扎辫就唔系就咁扎马尾。扎鬓边，扎鬓边咧，你就会将呢度呢条线咧 blur 咗，咁望落去咧就冇咁过分嘅，即系嗰个布癫情况就冇咁过分嘅。我多数都系用呢两样嘢去挨得耐啲，因为我啲头发长得好快嘅，
只要睇翻我啲舊相咧，我就會知道我個頭髮係可以一年之內由咁樣變咗咁樣嘅，長得好快。所以你諗下，如果我漂頭，如果我真係接受唔到生翻出嚟嗰啲人咧，咁我咪要漂得好密咯。所以我就係好耐先漂一次嘅。敷緊滴緊水，滴緊水呢個滴滴滴啊嘛，同埋成日都要撳翻埋嚟，撳翻佢，好煩啊！個留言有味啊，誇張。好，咁咧就抽一個牌，我呢排咧都係會抽呢個噶。我諗我嚟緊嘅星座都係會抽呢個噶，因為我好中意，好中意。同埋港島區嘅朋友，其實我鋪頭梗係有我本書賣啦。如果你未買嘅，你快啲買啦，係啦。如果未買，快啲買啦，我本書。港島區嘅朋友覺得有冇需要擺啲喺中環嗰度賣咧？我冇問佢啊，但係我覺得可以嘅。如果中環覺得方便嘅話，咁我本書都可以郵寄嘅，都可以寄嘅。我咧啊，我想話俾你聽咧，我喺我個 Facebook page。置頂的 post 啦，又或者是我在我的 Instagram， 哎，遮住咗先。我在我的 Instagram， 我在我的 Instagram， 熄一陣先呢個嘢。我在我的 Instagram 的link， 即係 profile 嗰個 info 嗰個 link 嗰度咧。咁咧，我而家就 update 咗我個 link。咁咧，一入去嗰個 link 咧，就會有曬我所有嘅 link。咁咧，裏邊咧就有曬所有我每一個 platform 嘅 link。咁包括最重要嘅 Patreon 啦。我啱啱寫嗰篇嘢真係唔好俾人睇啊 ！OK， 真心唔好俾人睇啊！我啱啱寫嗰篇嘢，如果唔係我可能我會死啊 ！OK， Patreon 啦，一個月費嘅。計劃啦，去我都係講過，你哋任何方式俾任何錢我，啲錢都係去咗我頭先講嘅地方嗰度嘅。最重要就係我嚟緊嗰啲需要巨款去做嘅 project 啦，咁樣樣。咁另外就係、是、都有一個 support 嘅貨金嘅 link 嘅，係啊，直接就係一個貨金嘅 link 噶啦。咁如果想我唔知啊，想請我飲咖啡定咩都好啦，你就可以用嗰條 link 啦。咁另外嗰啲 YouTube 啊、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鋪頭啊，所有 link。都喺曬嗰度啦，咁啊同埋我嘅自己本身嘅 website 啦 ，evitawang.com 啦，咁我講緊嘅星座咧，就係每個月都會喺嗰度有得睇嘅。咁我話我嚟緊嗰篇星座應該會用呢副靚牌，應該會用呢副靚牌抽，因為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靈魂啊！你中意靈魂交換啊？黃怡興，我同黃怡興 cross over 過一本書嘅，亦都係我呢世人唯一一次，因為我好自己嘅，我唔係成日都會同人哋 cross over 嘅。我有一個 friend 咧，即係佢比較熟 social media 啦。佢話你嗰個 YouTube 咧，點解冇乜增長咧？個原因就係我冇係咁喺人哋嗰啲channel 度出現咯。即係啲人而家即係人哋點樣去 build up 佢個 channel 就係其實勁同人哋合作拍片啊嘛。勁一齊拍啲片嘛，跟住你嗰啲人又睇到我，我嗰啲人又睇到你，但係咧，我冇啊，我諗唔到有人我想同佢一齊做啲嘢啊，所以我就冇所謂啦咁樣樣。其實好耐之前 YouTube 都有，即係 YouTube 有同我講話，你會唔會諗下同人拍片啊嗰啲咧？跟住我即刻個腦入邊嘟嘟嘟嘟嘟嘟，我諗唔到，你哋可以提議嘅 ，if。即係唔好係 V1 界別啦，最好係即係其他人啦。OK， 好悶啦，我唔想再係啊。咁但係如果你想睇到我同唔知啊邊個同框做啲嘢嘅話，咁你可以 suggest 嘅。咁唔一定係我去人哋個 channel 嘅，或者唔一定嗰個人有個 channel 嘅，我可以嗌嗰個人嚟做啲嘢噶嘛。係啦，咁你哋有任何 suggestion 咧，都可以喺我啲片或者我啲 post 下邊留言嘅。係啦。麻辣界別啊！麻辣界別咩 ？AMM 唔開麻辣節目，我自己開啊嘛！我自己開。肥添冇 channel 噶，但系我可以再叫佢嚟嘅，因為肥添我哋大家都話每次嗌肥添嚟都係食啲咁悲慘嘅嘢，有冇得
有冇得同佢食大餐？其實我係有諗過同佢出去食大餐，但係呢件事一路都未發生咁解啫。我係想請佢食餐勁嘅，然後俾大家目睹佢終於有幸福嘅一集啦咁樣，而唔係同我試食辣嘢啦咁樣樣。好，咁咧，對於嗰啲唔想面對但又要繼續做嘅嘢，我哋應該點呢？吞吞，哎，佢又俾咗個幾好嘅 message 我，因為咧呢一個，喂，咪厭你唔好玩啦！香港島有好多人嘅。但是香港島呢都有各式各樣的，激死我，解牌要解過，不是最激死是今晚 upload 那條片會超不完整咯，要是我就要浪費時間 download 回那些片，然後我剪完才再 upload， 聽到那個顏色就斷了，太邪了，講起啲藍色嘢斷咗。我哋俾多一分鐘入翻多啲啲頭先嘅人先，我先再解一次嗰個牌，完全冇聽到解牌，我知道啊，我會啊，我會再解一次嗰個牌，入翻多少少人先。Back four times again， 多謝你翻嚟四支啊！Carmen， 多謝大家回來四次。 YouTube 有 Mon Post 即是什麼？好崩潰啊，又沒有貓，是不是因為沒有他們在這裡，沒有他們在這裡給我們幸運，我們會不會可能是 Router 舊期很新的，我的東西我加了錢找他們來裝到最高的，最高級別，即係 suppose 係最快、最順、最好嘅喎，所以我係唔係好明點解呢啲嘢仲會出現咯？一翻嚟就食緊嘢，哦係係，我的確係食緊嘢嘅，的確一開始就食緊嘢嘅，冇啊冇貓啊，我入去望一下先。最衰都係你啊 ！Hello， 係咪就完啦？入嚟 say 個 hi，Hello Kiwi， 我哋今晚斷咗線幾次啊？而家係我哋第四次嘅直播啦。现在是第四次的直播了， YouTube 一听到啲敏感嘢就熄咗你，唔关我事啊，你哋留啲敏感嘢咋？咁我成个人都系敏感嘢啦，系咪？成个人都系敏感嘢啦。哇，你个脚板好搞笑喎，大家见唔见到佢只脚板喺我手臂嗰度？而家系咪正常噶？我想问。因為我見到 Kiwi 入嚟 say hi 之後就冇留言啦。哦 ，potato 突然間，靚肥，係啊，靚肥啊，靚肥，同埋阿 Kim 匿埋咗喺房嗰度瞓覺，唔知點解，好攰咩今日？啊，點解要入去嗰漆黑嘅地方嗰度瞓覺 ？Facebook 正常，即係你講。你講全日嚟計啊？咪厭係我唔啱，提起嗰啲敏感嘅名字，正常做咩啊？哦，好重啊，十幾磅。好啦，咁咧而家叫做入翻翻啲人翻嚟咧，係啊，你哋翻嚟咧，咁我就再解一次。剛才那隻牌全日兩邊都很不正常，是啊，我沒了這隻招財貓在這裡，沒了招財貓在這裡坐鎮，這個肥羊好像在看我的 comment 一樣，他在聽我說話咯，是不是啊？又聽不明白，又要聽，又很認真啊，個樣子，又順便聞一下我的口，剛才吃過什麼啦，很忙的，他都他的腳趾撐開了，他的眼神勁不爽，是什麼不爽嗎？
你不爽啊？是不是不爽啊？ Fat 他又乖的，他可以抱那麼久，如果是 Kim 呢就一早就摁來摁去然後就走了。他是不是吃得多過 Kim？ 當然啦，吃得多很多。哦，你走啦，我去後面啦，好不好？你去呢度啊？去呢度啊？你留喺度啊？你留喺度，我哋就唔会哎呀跌跌跌跌跌。你留喺度，我哋就唔 cut 线噶啦。啊！Hello Carrie，Hello，Hello， 乖乖入嚟听解牌。好啦，我而家再解一次，再解一次。大家做做埋埋嗰啲唔想做嘅嘢。這個牌告訴你聽，你是會有收成，你是會有成果的。你望著那個成果，望著那個收成去做，你都是會不想做的。但是呢，你要明白那個道理，就是你成為一個偉大的鋼琴家，你必須要練琴。你不可以說我又不想練琴，但是我又想成為鋼琴家。所以他說你就望著你想要那個 ending， 望著那樣東西，如果那樣東西俾你嘅欲望係夠大，你走啊？搞錯啊！佢真係走喎、啊，佢真係入房喎、啊。點解唔喺出邊瞓啫？睡。如果你想向往做嗰樣嘢，嗰、那個結果係夠大，係夠令你個心可以滿足嘅話咧，其實中間點樣做咧，你都係要 do 噶啦。你中唔中意都好嗰啲嘢，因為係包埋嘅。就是這樣，所以這裡其實是一個即 good 的預兆，告訴你聽你會得到一些東西的。即就算哎呀，好不想好不想見我男朋友的家人啊，好不想應酬他們啊，但是 at the end， 其實如果你要這個關係可以長遠，又或者你要搞好你和男朋友的關係，那個 package 都是包埋的了，這些東西你都是要面對的了。是啊，就沒那麼著數的。很少 pair pair 人是完全不用你父母，但是大家沒有家人的，然後就我們只有二人世界，這樣是很少的嘛。既然這些東西是包埋，你又想要個結果的話，他又告訴你你會得到那個結果的話，那你就接受它先啦，暫時就是這樣啦。但是即如果那個過程是痛苦到令到你精神啊情緒啊那些有問題的，你當然不要堅持啦，是啦，當然不要堅持啦。即譬如有些人說我回應這份工作，這份工作裡面的東西呢就很差的，公司又 underpay 我啦，然後又過分勞役我啦，然後又喪 OT 啦，跟住上司又癲啦，同事又對我不好啦。咁但係呢塊嘢係好似冇乜一個 ending 噶嘛，好似冇乜一個結果噶嘛，你就可以轉工咯。即係佢只係蠶食你，但係其實係冇一個大結果。除非你有啲嘢係一定要喺呢間公司裏邊攞噶啦。但其實同一行應該有其他公司都可以拿到這些東西的，是啊，甚至乎是有些人說、哦、為了份糧而已，喂，其實間間公司都可以出糧給你的啦，所以你自己計算那條數，是啊，計算那條數，即為什麼就是今天是這樣呢？那人家那些做過 show 啊，一個那些 online 那些 mini concert 啊那些是怎樣的？怎樣可以令到個 live 不停啊？怎樣可以確保沒有這些事啊？有什麼可以做啊？我就是說加錢較快那些網絡啊那些我已經做完了，那我還有什麼可以做啊？不是，有時斷呢，它斷了它是會正常翻的，即有時是甩甩這樣的。我看可能我看有時其他人的 live 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的，斷一斷然後回來。但是我就是说那人家做过 show 那些是怎么运作，其实我应该有些人可以问的。是咯，这些又是那些不想打搅人不想问人东西，但是硬着头皮又要问那些，是吧？但是呢最好呢其实就是找到一条那些友，然后可以来到我家开我这个直播 app， 然后帮我 set 好入面 settings 的东西， make sure 我所有东西都啱，然後先走。最好呢我就可以俾錢一條友去做呢樣嘢。問下 YouTube 會唔會太虛無縹緲啊？我唔覺得會得到好好嘅答案，亦都唔覺得好快會有人答我。係啊，有冇呢個服務噶？
有冇人係打嗰份工係幫人哋調校好直播嘅所有嘢噶？我唔想再研究啦。其實咧，我試過睇即係一千條嗰啲嗰啲乜嘅自學片咧，我乜都學唔到啊，因為我唔知噏乜啦。唔係我唔想啊，係我即係我就係話，其實一個人係唔可以有所有嘅技能咯。我呢樣嘢我做唔到啊。我好想俾錢人做，但係我唔知俾錢邊個做，我唔知有冇人收錢做呢啲嘢。網絡應該唔會斷係 router 嘅問題。唉，我再求其揾啲人問下啦，咁已經灰咗啦。好，除咗網絡嘅問題之外，大家仲有冇其他嘢？仲有冇其他嘢要同我講或者分享？我啱啱其實係想講咩？我想講呢、這個。今日幾多號？今日24號。我已經24號啦。我想講26號，即係後日天使卡班，天使卡班7:30，歡迎大家參與一堂嘅啫。咁咧，你就可以學睇，譬如我頭先睇嘅呢啲 Oracle card， 任何款嘅 Oracle card， 你都會識睇，係啦。咁就係後日嘅7:30，想參加嘅話就 WhatsApp 或者 Signal 97685388 97685388。咁咧，跟住28號1:00晏晝有一場 BBB， 有一場 BBB 就係清除負能量、整走啲嘢嘅，整走啲衰嘢，然後落翻個保護罩嘅一個 spell。系啦，咁又欢迎嚟参与啦。咁然后29號咧，都有一班天使卡班嘅，即系你26號又或者29號都可以参与一堂嘅啫。咁你就可以拣，系啦。咁想参加任何嘢咧，就 WhatsApp 或者 Signal 97685388 97685388，就系咁啦。为自己好货金，即系咩啊？要俾钱噶？咩嚟噶？嗰个嘢唔明。首先上這個 Internet Speed Test 看看你的網速有沒有問題。 我有啊， 我記得我有裝過那個東西，我有按過來看的，沒問題啊，快的。那些自學片有教啊，是啊。好啦，等我完了這個 Live 我問一下人啦。之前那幾條我都不知道怎樣，都不知道 upload 好，就是這樣。那你們不要理會了，總之尤其是最後這條應該是最健康的，最長是吧，第一條和最後這條，是的。總之幫我 like 曬啲片，幫我留言，之後看回 playback 的朋友，不如留一個喊樣 emoji 給我，陪我一起喊一下。是的，看 playback 的朋友在條片下面留一個喊樣 emoji 給我，跟住就记得 subscribe 啦，系啦，Instagram 记住 like 啦，就系咁。原来有开翻，你个原来有开翻系咩啊？吓，我啲死唔断气嘅人，我一定要开到底噶，我一定要完到一个正常嘅尾噶。可能而家唔过100咩？我唔知啊，迟啲先搞啦，就系咁啦。希望下次冇事啦。好啦，拜拜。各位观众，想成为真正甜甜星的子民，现在有机会啦，可以加入我们 Patreon。 其实就是一个月费的计划来的，加入了这个 Patreon 呢，就是我的一个会呢，就有得看你们才看到的一些 blog 啦、 post 啦、 声带啦、 相啦。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会员才可以加入的 chat room 和 Facebook group 的，下面 info box 那里有条 link， 有兴趣就自己去研究一下啦。多谢参与，拜拜。